常州铁道园区春节期间吸引大批游客进驻观光，为了延续这股热潮，园区近期新增网美造景，除了大家最爱拍照的主视觉大雾进站，还有多样的打卡点，要让民众亲子共游，开心同乐。我们园区就是说，本身的话，我们的主视觉就是大雾进站。大雾进站的话，就是指我们的大雾车，这个是现在是全台仅有的一台那个什么载货用的火车，最大最大的。那它已经退役了。我们还增加很多，就是跟网美啊可以拍照的一些设施。所以如果说针对全亲子的一个全家的活动，还有一些年轻人喜欢拍照的一个就是乐趣来讲的话，都是一个很好的场域。之前有经过这边，所以就有过来看一下，想说带小朋友来看看。对，然后来了，觉得很有趣。然而潮州铁道园区也延续春节门票优惠的活动，一般乡亲可享100元入园，折抵50元的消费。另外潮州镇民则可以50元入园，且50元全额折抵的优惠。因为我们其实本身的话，我们对潮州镇民的话，我们有特别的优惠，就是说本身我们入园的话是100块钱，然后可以50块折抵。嘿，对，那潮州镇民的话只有就是入园50块钱，那50块可以全额折抵。园区强调，接下来无论是周休假期还是即将到来的228连假，都很适合亲子共游，来了解铁道文化与知识，走访生态池，漫步园区，拍照打卡，享受寓教于乐的场域及休闲氛围。记者卜怡婷、张志豪采访报道。